可以请问马的日文乌马？乌马？我有看过，不行，身为弟弟怎么可以自己不知道这个梗啊？而且我刚其实想要再先去看一下小溪的台，我有两台不同的电脑，然后一台就是拿来放阿嬷跟林兰的台，他一边听音乐一边看，学习阿嬷怎么打麻将，因为我不会打。后来在旁边就想说，小溪是不是九点要开？先放着等待机画面，时间管理大师对不对？你看我一边学麻将，一边听歌，后来在准备要再接到下一个，开心啊我。而且下午的时候我还听了儿子的台，好忙啊，一天一天都好忙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呢。好像我一边做事啦，我一边在录歌啊，没问题。而且当大家一开始帮我取第二的时候，我想说哇，对我就是弟弟耶，我就是耶，是我。没想到会这么的贴切。我薯饼加番茄酱还是胡椒粉？哇，麦当劳的薯饼我不加东西，太咸了。可是如果今天是吃薯饼蛋饼的话，我会加酱油膏。我有在做啊，我一边跟你们讲话一边在做事啊。其实我已经做差不多了啦，就是等一下要拍自拍把它放上去而已。星星厂家梅粉感觉又是一场食物战争。哎，可是星星厂家梅粉你们自己说好不好吃，我问朋友他说他上次有试过，他觉得还不错吃啊。你们哇哇啊！可是有些早餐店的薯饼没有味道啊！我吃东西有跟大家那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我的口味很大众哎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酱油膏我喜欢吃甜的，嘿。